小朋友在我旁边有四五个，他们都给哥在玩，我给哥配。没来了，I'm not.
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你再学。 Oh,
抖音都没怎么玩，一般他们都是用抖音吧。
DBS 看一下，然后网上不是有人问那个旁边这么多人在旁边看呢？我解释就是说，他们有些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歌曲，他才自己跳，他喜欢的曲子他就跳。他不熟悉的动作比较复杂的那种，他不会去跳。
不多有三分钟左右，对，三个二十多秒，就是搞忘了名字了。我今天重新做了那个每一首都重新单独那个做了一个视频，还没做完，做一天还没，才做了十个。这个是一这个穿音的，昨天晚上不是没事，我读书读学了个古典舞，他问我拍视频要不要钱，我说怎么可能收钱，他那我也没够，他说他们没有收钱，我说不能，我说我不是不能收钱，因为没有不考虑什么盈利的事。专业的要收视权，所以员工他们，他员工都要收视权，要对应急他们他们收视权。哇塞，那个肚子好大！十多个全部对上，从小女孩。